但不能无脑。去哪？秀。前往安东的路上，我觉得好像走在古代的王宫里面哦，好震惊哦！偷偷的爬这个围墙。哇！200年的韩屋，早餐已经来了。我们昨天睡在这边，好漂亮的。幸福吗？床哎。哇，里面是什么？水上的路。安妮，我们 check out 了，我们现在在等计程车，要坐车去租车的地方。上次伦宝来韩国说他直接从这边坐车去很快，所以他刚刚叫了一个计程车。我们现在在这边等，我们的 Uber 车来了。就这一台，它这台车超强的，我们三个行李箱全部放在后面。下车了，然后可能是因为前面这边太多车了，它让我们在前面一个路口这里就先下。上个月才来，这个月又来了。我又来了，我也是女大力士，好不好？就是要带国际驾照跟护照，老样子。我们要去拎我们的车了。应该是地板重铺，所以车子在二楼啦。这一台吗？我们今天是这一台。哎，跟我们以前的一样吗？哇！好了，我们又开车了，慢一点哦。这出去是左转吗？这边要右左转，对。推荐大家自己一定要记得带一个这种夹着手机的，会比较方便看。导航就是会告诉你要走粉红色的，所以地板上等一下就会变成粉红色的，就有出现粉红色的，有没有看到？嗯。前两天我们给毕真在，都是无脑的，就是上车就好了。对。现在不能无脑。现在要带脑。嗯。果然还是。用脑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对，我们谢谢毕真。等一下会先进一个收费站。哦，就是这里了。有分吗？没有，就是要收费。对，它好像没有分哪一种。卡可以吗？哦，或者是那个 T Money 卡可以，试试看。Money 卡吗？真的吗？你算一下。卡在你们这边。卡这个。这个也不行。现金吧。这个行吗？可以。一样的、啊。没有啊。可以了。哎、啊，康萨米达。你看。那你为什么那张不行？不知道，可是他那张也是交通卡才对啊。反正这个地方只能用交通卡，或者是现金。你看，我就说吧，要准备很多卡吧。票盘门口会先抽票，用梗然后会抽票。先抽票。对对对，先看一下它应该是慢慢的。你看，他帮你抽吗？对啊对啊对啊，他帮你抽。哒哒。好了，你抽到票了。好了，我们成功抽票。抽票的时候呢，它上面就会有一个一股跟出股，就是入口跟出口，然后在出口的时候才会结算它的费用。这个，我们要去这个龙人湖休息
我跟那个恩恩去的那一家休息站。没想到这次刚好还经过。休息站就是认这个白色柱子，看到了吗？然后上面就写 Hugesso 永宁。我是第二次来到休息站了，伦宝是第三次。要不要来一个那个有气场的入场？怎样有气场？你要去哪里？去哪？好好笑哦，好三八花。哇，这边都是小吃哎！哦，有乐狗，你来里面看看，哇，好多吃的哦！他们都是这种机器点餐的，你就可以在这边点餐。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要吃什么嘞？可以选中文，鱼饺子啊，嗯。外国的卡可以付款，然后我们刚刚刷完之后，马上通知是花了344元，14000韩币，14000韩币。啊，我们餐点来了，而且是 Kimbap 也一起来耶，对不对？好了，我们终于要来吃饭了，这是我们的第一餐。然后刚刚其实经过了两个休息站，宝宝都不下去，现在终于可以吃饭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乌豆。秀给大家看，哎，太直接，对不对？阿宝，秀一下他的 Kimbap 给你看，秀，秀，怎么样？哎，不要碰到衣服，你白色衣服，怎么样？好吃吗？那我吃这个。好了。哦，怎么样？它那个丸子好吃吗？嗯，有点塞车。哦，我们有开到快一个小时吗？它这边显示还剩两个小时多。有啊，哇，我们开这么久。我们遇到 Nordisk 哎，它的公司吗？还是工厂还是什么？不知道。看起来天气不错的左边都是乌云。哇，突然下雨了，那个蓝色天空搭配这个雨。安妞是冷冷，我们呢现在在前往安东的路上。那现在我们刚刚从首尔出发的时候要花3个半小时才会到安东，那现在剩下36分钟就会到安东了，耶、yeah!阿伯辛苦了，阿伯今天开车很棒哦，因为我坐在副驾驶座，所以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开车交给阿伯，叮，待会安东见。好，在7.8公里就要出去高速公路了。出去的时候，他这边会写一个 out。我们刚刚下交流道，然后用了那个给票的，之后我们拿的是 Namanee 这张卡给他，总共的那个过路费是10700。现在下来了，这里应该就是安东了吧？阿伯开到安东了，好厉害！从首尔到安东，大家知道有多远吗？3个半小时哎。对，超远。大家可以在地图上看看。安东。哇，现在是安东的市区。你看安东文化观光园地啦。可是我们现在是要直接左转，对不对？这里吗？嗯嗯。哦哟，他要写 Kurume， 有吗？嗯。Kurume Resort 这个，就这个。哦。哇，地图上看不出来是上山的路。对啊。阿宝，这个宽度是够大的了。阿宝刚才问我说，这个是什么路？看不懂。对啊，看不懂。
原来是山路哦。你记得我们的韩国朋友都说，台湾的山路为什么都只有一台车的宽度？就是因为他们的可能都是两台车的宽度，特别宽吧。啊，我看韩屋，韩屋哎，路边杂草中的韩屋，哇！阿宝最喜欢韩屋，没错。哇，不知道为什么对韩屋就有一种吸引力。哇，到了到了到了，东山书房。怎么？它停在那里？哦，好，到了。哦哦，这里还蛮棒的，你看它有停车场哎，直接停停车场就好了。嗯，哇，好期待哦。阿宝期待吗？期待，因为都是那个韩屋。怎么样？怎么样？是我喜欢的韩屋。哇，我们来这个书院了，我要走进去了。哇哇，天哪，他写什么云什么龙风什么虎，你看不懂云从那个中间那个字有点花。哇哦，对，哇，这好像在演韩剧哦。 Oh my god，很像是演韩剧耶！天哪！哦，这边不是，这边不是咖啡厅，左边就是咖啡厅。啊，就是那个卖地铺的。哇塞！我们来上街厅看上面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像走在古代的王宫里面哦。哇，就是那种王公贵族会住的房子。哇塞！哇，好壮观哦！真的是那种房子哎，天哪！你看这个围墙，你知道吗？皇帝通常都会偷偷的爬这个围墙，就比较矮，爬得过去。好酷哦，真的很漂亮哎，好震惊哦！我们来去点饮料，哇，这边。好高级哦，好现代哦，有面包、咖啡、轻食，可是它是韩屋哦。这边是它的面包，哇，里面的空间，那边有一整排的书，感觉正是坐在韩屋里面喝咖啡。你看，还看得到那个屋檐，对不对？他刚刚问你什么呢？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们总共花这个。19,700。你现在是有日本人的 feel 了，是不是？不是，因为这边很常有日本人啊。这样看出去好看。哦，好美。他说什么呢？他说蛋糕刚拿出来会硬硬的。好的。叫我们5分钟左右再吃它。好，当当，哇哇。好像在看韩剧哦，那种真的是那种人在住的，古代的韩国人在住的地方耶，看，好酷哦。不过应该是不能进去，这边感觉是一个聚落，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韩屋，那边还有草屋耶，来去看看，这边有一个类似茅草的屋，感觉是有人住。刚刚在路边找到格子了耶，离我们吃东西的地方很近哦。我们要吃的安东炖鸡在市场里面吗？不知道，我们要去吃的是冰人介绍的，他说看起来是有名的。有名的吗？应该吧，他说他怕我们乱吃。这家吗？这家。到了。这个 TVN 有上节目这种。有上电视。我六有蝴蝶结，你看看，哦，四个，有四个蝴蝶结，连续四年，跟碧珍他们家一样，好酷哦。拖鞋子，好酷，很酷吗？嗯，不知道吃什么。他刚刚又问了伦宝说是不是日本人，因为这边应该不会有安德森，真的，还是你根本就看起来像日本人。他说我的韩文讲得很好。你刚刚说了什么？我刚才跟在家里说安东美图汉娜再带一首优汉娜。这里有一个很酷的叫做安东美酒，
想说喝喝看，因为平常的梅就跟收住在这边，期待吗？可以啊，有名的店哦。哇，这是一整只鸡吧？哇，对吧？我们的安东炖鸡超大的。你知道我最喜欢安东炖鸡的什么吗？什么？鸡腿。No。我喜欢吃这个。这是什么？冬粉。哇，那是韩式的冬粉，很出味。这个是一定要 real 分享给大家。很嫩耶，这你知道那个婆面看起来就很嫩。哎，人家是四颗蝴蝶的耶，蝴蝶结。嗯，四颗蓝色蝴蝶结。碧珍说蓝色蝴蝶结是代表是认证的餐厅。嗯，它都会贴在那个门口，韩国的米其林。嗯，这边有连续四年吧，四个蓝色蝴蝶结咯。吃到膝盖什么意思？我刚刚一直吃到我的脚在这边也有。我觉得你脚很想吃吧？吃不完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很多了哎。我们刚刚点的是中的安东炖鸡32000，一个啤酒跟一个赛达，这样总共40000，很好吃哦。喜欢的人也可以来吃看看。他都是用这个大锅煮，超厉害的。哇哦！哇，现在安东的夕阳超美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要去那个200年的韩国。阿万兴奋吗？期待吗？想跟大家说，他在河回村里面。哦，他离市区有一点距离，然后阿宝就是一直说他一定要住这个200年的韩国，所以我们才定了那边，不然本来有其他间是在市区的。然后结果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在河回村里面，所以蛮不方便的，就是他入村要在韩国的时间6点以后才能入村，不然车子是要停在外面，还要门票跟搭接驳车入园。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但吃饱饭再过去，而且还有规定是在房间里面是不能饮食的，可能毕竟是200年的屋子吧，对不对？对啊，河回村很有名，就是安东的一个类似这是古迹吗？还是什么的景点？就是一个蛮老的村子这样子。我们现在过去大概19分钟，我们刚刚还先买了那个便利商店的东西，那边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文化村那种的里面嘛，所以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哈灰马尔的呀，河回村写中文呢，酷。对他们来说叫做汉字，对不对？哇，我们真的要进去了，这个，对了，他是说6点以后就可以开进去，我真的就是很怀疑自己。我们好像进来了，刚过了一个很像就是一个闸门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好像入场要钱的。对对对，我猜是入场要钱的那个。然后现在也是有些车子，不知道，觉得路很怪。这是哪里呀？我现在是没收讯吗？你不动了吗？我觉得我不动哎。等我一下喔，有点怕怕的。对，这个巷子吗？传得进去吗？能吗？我们现在这个路真是小到很可怕。刚刚我跟 Airbnb 跟房东联络，他说可以往前。超窄的，天哪！这里超窄的。然后好像就是在这边了，所以天哪，这里也太难了吧！好了，我们终于到了，是吧？안녕하세요。哎，哇！这件事很酷哎，我们住这里。我们到了，哇，是韩屋哎。好酷哦。哇哦，这是要关门的意思。要关门吗？木头的味道。耶！这哪有哪？耶！东西。네여권오케이
그러시고 이따가 주무실 때 요 불 이게 끄세요. 어. 그럼 바깥에까지 같이 꺼져요. 이제 어. 같이 왔다가 예 그래요. 아. 예 그렇게 하시면 되시고 그러면 안 꺼. 조심와. 야야 넘어가니. 큰게 들어왔네. 누구야 조심와. 이거와 어 그거예요. 다시 와 봐봐. 어 너무 귀여워. 나가자 나가자 이 뛰어들었어. 우와. 우와. 그리고 이 문 열고 싶으면은 방에 불 켜고 문 닫고 이 불 끄세요. 안 그러면 벌레가 물어요. 아 그래가지고 네. 하시면 되시고 내일 아침에 커피 몇 시에 드릴까요? 어 파소미는 지대요. 그러면 카페? 지대. 7시부터 9시까지 시간이 있어요. 9시. 9시요? 네. 네, 알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네. 우와! 잠깐만. 오, 저기 연예가. 와. 어, 민장고. 저게 예스바. 저게 예스바. 와. 저거도 방진바. 와, 쎄. 와, 와, 와. 天, 好像在古代的韩国。真的，我真的太喜欢了。全部。好像在古代的韩国。감사합니다 OK 200年的韩屋漂亮吗？漂亮，晚上的景色。它这个里面真的是超级古迹耶。对呀、啊，它的门都是纸哦。而且隔壁那里也有人住哦。对呀、啊，那个小房间比较小，我们的是比较大的。大家早安。白天超漂亮的，阿宝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收行李。然后呢，我们的早餐已经来了。我们跟他说阿后西就是9点，真的超准时来的。阿宝，你说这个像是小面包还是小年糕？就是精灵年糕。然后韩屋白天的时候真的是，哇，超级夸张的漂亮。我们今天住的是智山古宅，进去之后超大的。我们昨天呢住的就是这一间，正面的这一间。那旁边还有其他间可以选择。竹草吗？燕子竹草是好兆头哦。这边放的是早上的早餐，还没吃，非常的古色古香。前面这边有一个位置，感觉前面就是一个小客厅，上面真的是200年的房子。这边放了微波炉跟冰箱，左边那个应该是煮热水的啦。这边还有一个小门、小窗户。富如海，什么富海？富如海，富如海。上面有一个夫唱妇随，看起来这是主人公的房子。什么是主人公？主人公啊！我们昨天睡在这边，床、冷气还有电视，看起来虽然很简单，可是睡得很舒服哎。它旁边有一个现代化的浴室。感觉应该是后面才建的啦，很现代，淋浴设备，上面都是纸的门，看出去哇，超漂亮的。等一下我们就会坐在这边吃早餐。今天我们的早餐是这个，看起来像是炸年糕跟黑咖啡。看起来像是，那是年糕哎，不是面包吗？不是，你多吃点，马尼毛糕。我喜欢这个年糕，我不能吃太多，等下胃会不舒服。好，我们住的旁边呢，
这边还有好像是两三间可以订的那个韩屋，韩剧那个有没有直接冲过来，然后人就被从里面跑出来的那个房子，很酷耶，里面也是可以住的，感觉这也是这边的小客厅，然后那边是那边的小客厅，一样都有那个冰箱、微波炉，这边还有窗可以看出去。我们昨天就是住这边，然后现在要开车离开了。宝宝在这里。好了，那我们要来走了。哇，我们现在要走这个超级暴走，阿宝左右，我看，我这是目前安全，你嘞？安全吗？啊，超级窄。这村子也太可爱了吧！哇，有人呢。早上不能进来，不是不能开车进来。那我们现在开车出去。对。这个就是一个观光景点——合回村，进来是要门票的。对。厕所怎么样？给大家看，这是厕所哎，好漂亮哦！连厕所都是韩屋的厕所，也太可爱了吧！哦，好可爱！消防队，消防队，哇，韩屋的消防队，好酷哦！酷哇，到了到了，我们要来这一家台冰谷，它是好像是吃冰的，它是吃乌鱼冰薯，就是雪冰。到了这个吃雪冰的，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它居然也有三个蝴蝶结耶，所以是连续三年2021、2022、2023这三年都有获得这个，又是一个名店。哇，里面长这样，它的招牌好像是这个孙北无忧冰室，然后它有 Enjoy Me， 但是我想说我们来这里应该吃一下不一样的，好不好？好，点这个。他这边的三颗星啊，没牛在这里，好吧，我们点这个吧。然后我想要一个棒，你要什么棒？哪一种？这个就太多了。哦，他那个就是那样。这个吧。嗯。这个是永悠喜棒，你看也是这个瓶，星星的。你要喝个东西。好啊，这个。好，你去点。우자에드하나랑还是你看的号码？他说实话。通常他们知道是外国人都会比较有耐心一点的。我们进来没多久就下雨，还好我有国库伞。叮！你好业配哦。是不是业配？国库伞啊，随时随身携带。不管我有国库伞怎样？哦，下雨了啦。哇！哇！哇！牛奶冰好可爱，好可爱哦！看起来是牛奶冰哎，就是牛奶冰啊！是哦。我刚刚不是说无油就是牛奶嘛，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有三个你喜欢那个小马吉跟红豆泥，红豆泥。哇，外面下超级大暴雨，超夸张的！天哪，还好我们进来了哎，我们差一点点就完蛋了哎。好热，跟雪冰有一样吗？一样，一样的。嗯，它是同一家店吗？不一样啊，这个东西就叫雪冰。啊。安妞，我是代班阿宝。我们的第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我们这一次去住了韩屋，还有吃了安东炖鸡。那个韩屋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感觉就是住在韩国的古代的地方，我觉得呢，喜欢韩屋的人应该也是可以过来。可是如果要来安东的话，可能就是要开车。那没办法开车的，就只能跟团了喽。现在在前往下一
在景点的路上，下雨天。进得去吗？不知道。去，要下去。开放路能下吗？你要不要看一下？就是这里，超漂亮的。我们要来这里，没错。我们进来这个观光吗？超美的，这是一个亭吧？地上都是水，好好高哦！哇，好漂亮哦！对啊，超高的耶。下面是荷花池，但是可以从这边拍到那个亭了。怎样？那个亭在那边。这里是，我觉得是赏花跟看亭、看池塘哎。它现在这边是不能够出入。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亭子，前面很宽，给大家看，它就是古代赏花的吧，很漂亮哎。我们经过一个好漂亮的地方哦，它里面有巨大的韩屋，不知道这看起来像那种公园，就是这么漂亮。天哪！好了，我们要停停车场了。哦，车牌辨识，哇，好紧张哦！韩国的车牌辨识，待会再来看看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我们停好车了，这个是我刚刚说那个很漂亮的地方，对面的这栋停车场，我们停进去了。待会就像个韩国人一样的出来吧。真的是公园呢。我说是公园，真的是公园呢。而且因为刚刚下暴雨，阿宝问我说：“你勾勾伞只有一只吗？”你看我还有一只。我出国前就有想到说，万一下雨的话，一人一只会比较方便。可能住在那边呢，对，在那个建筑物下面。哦，那是公园呢，可能。好，那我们现在要去一家咖啡厅，之后就去 check in 了。到了，这是我们要来的咖啡厅。哇，长得蛮可爱的，可爱吗？超可爱的，超可爱的，而且那里有人，你看，啊、有人坐在那个里面呢。那个小区域，好可爱哦。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屋檐下，它上面有一个挡雨的，那也一个是一个小区域，可以在里面坐的一个位置。怎么样？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巧克力味道，你那你要哪一种？这边有超多的，然后他说我们可以闻。类似薰衣草。啊，你要哪一个？不要一直哦。伯爵。哦，那我要这个。哪一个？那个是什么？哦。还有这个 Oak Lay 这个吧。Oak Lay 哎呢？是吗？好可爱，好可爱哦，阿宝。这看起来是柿子啊，可爱可爱可爱，柿子饼吗？嗯。哇，他说我们这个是 original， 这个是阿宝的那个 Oakley， 你喜欢吗？喜欢。我看你好像很开心哎。对呀、啊。因为现在外面下暴雨吗？啊，也不是哈。现在是超级大暴雨哎。我的是 original， 就是很好喝。是哪一种红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有加糖，而且有点甜，但很好喝。我本来看照片以为是药果，然后就阿宝说他来了，看起来像是柿饼。你看，柿子吗？它中间该不会是牛轧糖吧？柿子没错，中间那个是杏仁，然后乳酪。乳酪？一个小时不用钱，一个小时半500。五百是十几块耶，那骗人吧？我们现在要去拿车子，所以要先付钱。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哦？
사랑받은 해냈다. 6, 6, 9, 6. 주차 요금은 900원입니다. 900块。你插那个卡。你要我插哪一张？我卡在这边，现金卡。我插一张外国卡看看，帮大家测试。按。嗯，不用。참전이완료되었습니다可以耶。영수증이필요하시면영수증출력이완료될때까지잡아당기지마십시오只在那里。可以耶，成功了。成功了吗？外国卡可以。我看，我看。我们今天帮大家测试900块的停车场费用，外国的信用卡可以。好，那你看一下那个他给你刷多少钱？超傻眼，22元台币。多少？900块是22块台币。你停了2个小时吧？我哦，15:08到6:57，快2小时。啊，卡子卡子卡子慢。对。컨셉이완료되었습니다성공성공영수증이필요하시면신청버튼을눌러주십시오청소시간내로와我们帮忙的帮忙的人哎好棒啊我刚刚帮助了老伯伯跟老太太我们现在就要大牌便是出场耶完成，完成，帮大家测试了，外国卡居然可以。好了，我们把车停好了，停在这个锅炉店的旁边。照着房东的指示，现在要前往这一间。房东会像这样子给一些指示，然后 Airbnb 会翻译。但是如果翻译的不准的话，就是再自己翻一下。安东别庄。然后他说密码，我看一下啊。哇，哇塞，好大哦！对啊，比人都大。对啊，也太大了吧！一晚不便宜，6000多。Oh my god！超大电视哎，很漂亮。它是早就开好了哎。对，哇哎，两个床哎。天哪，也太复古了吧！什么意思？你看看，哇！好的地方哎，那么可爱，超可爱的。这个就是改建过的，对吧？那个该不会是厕所吧？你去看一下。没错，厕所。那有浴室吗？里面就是浴室，好高级哦！这边还可以煮东西，是不是？他还给你那个垃圾袋，看一下冰箱。这边是放棉被的地方，是要加床的意思吗？这边是有一个可以拉的门吗？这样就有一点隐私感，有点像屏风，而且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纸门。房间的床旁边还有一间浴室哦。这个浴室是有那个浴缸的。耶，我们刚要安东顿基。我们今天住安东，住在吃一次安东炖鸡，我怕回去会很后悔，对吧？而且刚刚打开那个外送的 app， 全部都是安东。他给你那么大可乐哎！耶，快乐哦！这样才34000。对呀，800多块，也没有很便宜。他要给这个是刮这个刮那个。啊。哦。哎，感觉这家那个冬粉很多哎。对呀、啊。但他没有剪刀。你不是昨天剪冬粉剪得很快乐？对啊，我每次叫外甥都会忘记他们没付筷子，这是我们料超多的买泡面的筷子。你今天吃一个看会很辣，看起来会有点辣。你看冬粉，哇，感觉很嫩呢。嗯，你看粉嫩哦。哇，
那马铃薯看一下烂不烂，怎么样？看起来烂的。我们要来吃早餐了，就是房东准备的粥早餐，看起来应该是微波的。嗯，阿宝现在要做早餐咖啡，确定是咖啡吧？没错吧？吉隆包。对。我们刚煮好水了，有带我们自己的小水壶，我们还是不敢用别人的。哇，在冒烟呢。是吉隆包没错，你看。好。把包围铺好的鲍鱼粥，是鲍鱼吗？啊！快点快点！剩下一杯吧。好啦，给你喝了。我们分着喝吧。拜拜，安东别装。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这个窝拥酒，就是安东最有名的月印桥。今天是我们在安东的最后一天了，实在是有点舍不得。阿宝舍不得吗？有一点，这边太多韩屋，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啦。安东就是一个韩屋天堂，那路边都有，而且还有人住的啊。你看，就那个，大家看到吗？就是那个桥。可是，意思是大家不是从这边拍，就是从空拍机拍，我们没有空拍机。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桥。它不是漂亮的水，这个桥，然后这个亭子是那个，就是大家都会走到那边拍照，听到没？蝉声，跨国家的蝉。桥的路口，月印桥。好长哦。月印桥，哎，它背面就是这个哎，韩这个繁体耶，是简体啊？哦，对，简体，感觉这有点像拍过韩剧的地方。对啊，好漂亮哦。像那种什么，比如说武功的。哦，它上面还有一些那个哎，灯笼吗？嗯。大概不会晚上就会发亮吧？会吧。很像哦。我们来到这个亭子，风景很好哦，但是水就是浊浊的。这亭子真的好古老。阿宝，你走上去看看，给大家看一下多大，很大吧？嗨。然后刚刚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这边休息一下，看看风景。我们下一个点呢？是要去那一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到，这里有一颗黄色的月亮。这一颗它的月印堂是在安国站那里也有一间分店，那这间才是总店。窝拥堂。现在要过这个桥，我们刚刚在那个桥，然后现在是这个汽车的桥。总店吧，应该是，就是月印堂的总店。那你们如果没办法来安东，去安国站也有一间分店，但我们当然要来本店咯。好香哦。就这一间吗？对，没错，跟安国是同一间。没错，我之前走路经过安国的那间分店哦。我到这边知道有一个月印桥之后，我就说月亮在那边，超漂亮的，超美的，疯掉。进来了，还有一个蝴蝶结，哪里？哦，蝴蝶结。你现在很会看这个蝴蝶结了。现在为什么一直在看这个蝴蝶结？它就是2023的哦。啊，新的。对呀。跟他说我的想要有这个月印堂的字，所以就他帮我用这个纸杯装。然后阿宝的，哇，你的饮料也看起来好好看哦。好可爱哦！怎么样？
他们的牛奶都很奶。月亮冰淇淋。嗯。你的月亮在这里。哇塞，很奶哦。我要吃月亮。我的月亮。沾一点冰淇淋的月亮。好吃。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他杯子这个图案，就是他的韩屋的图案加一个月球，好可爱啊。阿宝刚刚指定要这个，他还自己问店员，很厉害哦。哇，你看他上面，哇！阿宝刚刚说，혹시이거있어요是吗？哇，你还会问，好厉害哦。很像抹茶，你试试看是什么口味？抹茶的样子，是吗？所以它超绿的，它是马德莲吗？嗯。我们只要从这个窗景看这个河配的韩屋，真的是好漂亮。但我跟阿伯说，这个风景呢需要配这个里面的冷气，在外面不舒服，太热了，而且很晒。好像到了这个东嘎子这一家，东嘎子应该是他吧？是不是人不在啊？就在附近，联系我们，我们马上出发。没人呢。哇！来到店里面，然后人不在。他说他们在附近，打电话给他。我好紧张哦。不要紧张。我怕他听不懂我的韩文。你先跟他说我是台湾人。네여보세요차채연입니다네여보세요어혹시오늘용모있어요우리지금문밖에있어요아예잠시만요금방갈게요아네 네, 네감사합니다 好强哦他到底懂不懂啊你进来了你坐哪里就这就好了吧好你说我对啊我是在那个IG 上面这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君子桥，然后我很想去看看。那我想说，今天的行程如果都只有那种桥啊、什么桥啊，都是桥跟风景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找一个闲的，所以我就在那个里面找到了一个 IG 上面就滑到。嗯，奥姆乌冬就是奥姆就是那个什么鱼板汤，啊、鱼板汤的乌冬。你感谢你的。哇，雪花猪排，看起来好好吃哦！哦，맛있겠다，감사합니다，他还给了一个塔巴斯口，没错，너무맛있겠다，看起来太好吃了。宝宝，你看这个雪花。超强的怎么样？怎么样？哎、欸，那雪花真的是雪花哎、欸！而且我跟你说，这好像不是只纯粹猪排，就是我上一次叫外送的时候叫的那种猪排，里面有包东西的。哦。哇，里面是什么 ？cheese。你的意思说它里面有包料是不是？对，它不是只有猪排。什么意思？你吃一口你会吓到，它里面的味道我忘记是什么味道，好好吃哦、喔！你讲了什么？谢谢谢谢。네。23,000원입니다是不是안돼？哦，可以哦。네네여보세요네감사합니다너무맛있어요감사합니다네양완산최재님계산하셨어요不是계산是계산계산해주세요아버지好会讲韩文哦不是只是很敢讲哦敢讲就是第一步了我觉得很好差嘞结果超可怕根本就是在我们刚刚吃饭的那个附近因为那个他 Naver 导航就是导到 湖上面吧所以他就一直是跟阿宝说在这边呢上得去吗可以啊确定吗哦这里好可怕害我都流脚汗真的是不能乱相信导航这边不知道在整修什么养号楼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了，离我们刚才那个猪排店超近的。路口啦，要钱吗？哇，旁边也是哎，宣城县文化团地，我们要去城里咯，宣城县，对吧？哇，好陡哦。松松树下 ，Here， 宣城水上路。好酷，这不知道通去哪里耶。水上的路，宣城水上路，好酷哦，超长的。走上来吧。这边是韩屋聚落，好漂亮哦。对啊，我们现在呢准备要回首尔了，要开3个小时左右。下大雨了，大概在几分钟，30分钟左右会到首尔市区。哇，阿宝好棒哦，开车来回安东7小时，阿宝，说一下你的感想，怎么样？很棒。对于开车去安东7小时来回，完成一个新的里程碑，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开去江陵过，也有在济州岛，然后现在甚至从首尔开去安东，对，太了不起了。我们原本其实计划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甲地住乙地还会增加超贵的费用，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从这里直接开过去。不然本来想要直接再坐大丘，然后再坐 KTX 回来，但是租车费会变贵，然后 KTX 也很贵，所以最后决定还是这样子开车来回，最便宜，便宜，推，推什么？前面那个，我们加了9000多少？九万一哦，9000不是9000，9万1，可以吗？可以吗？我们把车还好了，没错。好嘞，那我们的安东之旅就是到这边结束了。阿宝喜欢安东吗？超级喜欢，真的是觉得很值得去一次的地方。然后，如果是你们要坐车去的话，可以坐 KTX 去那边，安东有那个 KTX 站。那如果像我们一样，就是可能要去比较多周边的地方的话，开车会比较适合。只是来回就是从首尔来回的话需要7小时。那如果你们就是从釜山那边的话，或是大邱，我觉得都蛮 OK 的。大邱蛮近的，大邱离安东好像才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如果有兴趣去安东的人，你们可以坐飞机到大邱，然后再从大邱租车来回，我觉得这是最近的。那我们机票都已经订来首尔，所以我们是有首尔的行程，然后只是想去安东，所以特别安排。好啦，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就帮忙喜欢订阅我的频道，这周再见，安妞，安妞。